对于林志玲，在中国基本上是无人不知了，顶着泰娃第一美女的光环，而且十几年来的容颜基本没变，依旧青春。对于冻龄的林志玲，不但国内的媒体很认可，这次连国外的杂志都开始关注了。英国的著名娱乐杂志《每日邮报》这次就给了林志玲一个大版面。在一道语中，《每日邮报》说到：“太神奇了，这位台湾演员的不老容颜，宝粉丝们都惊到了。你能猜出他的年龄吗？如果说容颜不老，确实有些夸张了。但是从林志玲整个人的气质上来看，确实算年轻。毕竟林志玲是1974年出生的，今年已经43岁了。本想着能把网友惊讶一下的《每日邮报》，这次网友给出的评论却被娱乐老中医看懵了。对于这个猜年龄的游戏，国外网友玩坏了。这位小哥说：“我以为他50了呢，怎么才 42， 穿得像个女孩一样，活在照片里，这颜值可以，但是在韩国做过的都可以这样吧。”这位就更直接了：“你弄个滤镜你也能这样 MD。 不过志玲姐姐的颜可不是只有在照片里才会美，影片里也不差。或者是外国人的审美确实跟中国差异很大，而且台湾的艺人大多都喜欢标榜自己容颜不老，比如一直在拍少女偶像剧的陈乔恩跟林心如，包括前台湾第一美女萧蔷，都是这样的感觉。大家觉得呢？